沈卓人揀男友要夠陽光，沈大师呢日孖住许廷铿、钱嘉乐、张嘉怡等等出席无线全新游戏节目的宣传，期间仲完全唔惊走光，着住短裤喺台上面做 sit up 添。不过似乎就有啲失准、哦，有个靓仔喺前面分散咗我注意力。其实我平时咧做 gym 啦，咁我就系悭悭地都系200几下、300下嘅。我讲真噶。自从宣布单身之后，沈大师就话成个人即刻松晒啊！咁唔知道你 ready 好迎接新恋情未？你嘅择偶条件又系乜？都中意噶，大只唔好太大只咯。咁我中意阳光，阳光男孩嘅系啦。咁啱啱太多选择啦，咁梗系拣个近水楼台噶啦，系咁呢个都几好啊，唔错系啦。咁我就自己嘅 Facebook 咧多咗好多人 at 咯，系突然之间，咁就我觉得系开心嘅，系咯，有咁多朋友关心。